嗱，好多人咧佢有糖尿病啦，咁啊糖尿病咧可以慢慢惡化咧，就令到個人又會有腎衰竭嘅問題嘅。點解咧？因為如果個血裏邊咧有好多嘅葡萄糖咧，嗰啲葡萄糖咧可以同血嘅好多種唔同嘅蛋白質咧就會化合嘅，就造成一種物質咧叫做晚期糖基化終端物，叫做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譬如話有一種叫做甲基乙二醛咧嘅物質咧，叫做 methylglyoxal。咁呢啲物質咧就會傷害個腎嘅。嗱，我哋先講下嗰、那個個腎係點樣知道佢係健康亦或唔健康咧？就係、是。最重要一個腎的功能指標呢就叫做肌酸酐，英文呢叫做 creatinine， 是什麼來的呢？就是肌肉的代謝的廢物來的。譬如說今天你跑了個馬拉松，那你就損傷了肌肉，勞損了，那肌肉一勞損就會製造一些物質叫肌酸酐的。那這個肌酸酐呢就在血裡面就很多的了。但如果你今天睡在床上睡了一天呢，没什么体力劳动呢，你就没什么肌酸酐的，这个是运动做出来的那些废物来的。那肌酸酐呢那个分子量呢就很小的，就可以过到那个肾的过滤的单位呢叫做肾小球。那什么叫肾小球呢？就是一个肾呢，那个肾的功能就是要过滤血液那些废物的。那那个肾呢就有大概100万嘅十嘅六次方嘅叫腎小球，啲腎小球咧好似有筲箕咁樣樣嘅，咁咧就有啲罅啦，咁啲罅咧個肌酸酐咧就穿過啲罅咧，就去到個尿嗰度喎，去到膀胱又排咗出嚟。咁如果係跑咗次馬拉松咧，咁尿裏邊咧就有好多肌酸酐嘅，咁但係咧，如果而家嗰個個腎咧就受傷啦，個腎一受傷咧，咁身體就要修補個腎啦。咁修補個腎咧，就千篇一律咧，仲有啲叫做膠原蛋白嘅嗰啲東西咧，就係、是、好似我哋種牛痘啊，割傷個皮膚，咁皮膚咧就有啲有個瘌喺度嘅，咁、那個瘌咧就係膠原蛋白。咁、那個腎一受傷咧，因為被嗰啲譬如話啲糖尿引出嘅氧油離基甲基乙二醛令受傷咧，咁就修補咯。咁於是咧就喺個膠原蛋白上邊咧就加咗，即係腎小球上邊有啲膠原蛋白啦。就好似好似一個爛咗嘅筲箕咧，而家就揾個保鮮紙咧就包住個筲箕。咁但係咧包就包好咯，但係個筲箕嘅過濾功能咧就冇咗噶啦。咁嗰時咧，那個肌酸酐本來就可以穿過個腎小球去到個膀胱嘅，而家就穿唔過，因為個筲箕有成保鮮紙包住啦，咁佢就入翻血裏邊咯。咁所以當個血嘅肌酸酐越高咧，就話俾你聽，嗰個腎嘅過濾能力咧就越低啦，因為佢反彈翻入去血裏邊。咁一般嚟講咧，正常咧就係嗰個肌酸酐血嘅肌酸酐咧就係80到120嘅。但如果血的肌酸酐升到去600或者以上呢，那就要洗腎的了，就是用透析的方法就將啲廢物呢就將它清走了。我們的腎呢就是可以那個過濾網呢可以給一些物質呢那個分子量是去到23000個單位的，那個呢就叫做白蛋白，就是說呢嗰、那個依種嘅蛋白質咧，嗱，我哋先講咩叫蛋白質啦。一個人咧嘅細胞可以做到20000種唔同嘅蛋白質嘅，所以蛋白質咧唔係合意咁樣講，係雞蛋白嗰啲白啊，係總之就叫一類物質叫蛋白質。咁蛋白質咧有啲個分子量好細嘅，有啲就好大喎。咁嗰個腎咧嗰、那個過濾網咧可以俾23000道頓嗰啲嗰、那個單位嘅蛋白質係穿過去，但係如果而家呢個腎咧係受傷啦，咁咧就
嗰個罅咧就大咗咯。咁於是咧，本來過唔到腎嗰個過濾膜嘅白蛋白咧，就過濾咗咧，就去到尿嗰度。咁於是咧就個叫做蛋白尿啊。咁正式嚟講咧，咁唔係叫蛋白尿，叫白蛋白尿，因為咧係講緊個尿裏邊有白蛋白，唔係普通嘅蛋白質嘅。有啲人講喎，佢話我而家尿裏邊咧有泡啊，咁佢好擔心。咁我同佢講，我話嗱，譬如話而家咧就有一個水杯嘅清水啦，咁你就揾支筷子去發嗰啲水，你發極咧都唔會發到個泡出嚟嘅，因為個清水個泡咧有種叫表面張力咧，就結扁嗰個泡嘅。但係如果你個杯水裏邊加一滴嘅洗潔精咧，咁發兩下就好多泡啦，因為個洗潔精咧就可以減低個水嘅表面張力，所以個泡咧就可以留得住喺度。咁如果個尿，如果個水裏邊有蛋白質咧，都會發到啲泡嘅喎，因為蛋白質去降低個表面張力。但係尿裏邊有泡咧，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因為譬如話，如果有啲蛋白質佢嘅分子量係低過23000嘅，佢咪好自然就過咗嗰個過濾網啦。咁、那個尿裏邊就有蛋白質啦，於是就有泡。但係呢個泡咧唔等於你個腎係受咗傷嘅，所以當你個尿有泡咧，唔使驚嘅。要去進一步驗下有冇白蛋白，有白蛋白咧就話俾聽，你個腎咧就受傷啦，個腎小球咧就受咗傷咧，所以咧嗰啲大分子嘅物質咧就出咗嚟，又有蛋白尿。嗱，嗰個腎小球點樣過濾嘅嗰啲廢物咧，就係腎小球嗰個有啲罅上邊咧有啲細胞喎，嗰啲細胞叫做粥細胞 （podocytes）。咁粥細胞表面咧有啲蛋白質嘅酥酥嘅。佢酥酥咧就互相交织成为一个过滤网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肾过滤嘅能力。但系如果呢个粥细胞一受伤咧，咁个过滤网就烂咗咯。咁于是咧就有叫白蛋白尿啦。嗱，嗰啲蛋白质咧就喺个血里边咧流失咗去到个尿嗰度啦。咁于是血液里边嘅蛋白质就少咗噶啦。咁而家咧个细胞里边嘅蛋白质咧系保持不变。但細胞外面嗰啲血嘅蛋白質就少咗啦，於是就出現一個叫做滲透作用，叫 osmosis。咁個水咧就喺低蛋白質嘅低濃度嘅血嗰度咧，就湧入去正常濃度嘅血嘅嗰個細胞裏邊咧，所以細胞就多到啲水咧，於是就會腫咗噶啦。就好多時咧就會腳腫嘅，即係你見到啲人咧撳落去咧，嗰啲組織唔會彈翻起身嘅，尤其嘅腳嗰度。即係肥肥地嗰啲咧，就反映到佢可能個腎嘅功能有問題。咁而家咧個粥細胞咧就受咗傷啦。咁我哋第一件事咧就要修補呢個受咗傷嘅粥細胞。咁有咩可以令到個粥細胞個功能上要康復咧？即係有翻嗰啲酥酥咧，就有一個東西咧叫做脂肪介素。脂肪介素咧英文叫做 adiponectin。咁呢個脂肪介素咧就係肌肉細胞度分泌出嚟嘅。咁點樣可以令到肌肉細胞可以做多啲脂肪介素，而因此可以修補嗰個受咗傷嘅呢個粥細胞咧？咁咧，原來咧有一個酵素咧叫做 PPAR gamma， 即係呢個 PPAR gamma 咧，只要一活躍咧，激活呢個酵素 PPAR gamma 咧，就可以令到肌肉細胞。就做多啲脂肪介素，咁脂肪介素多咗咧，就可以修補個粥細胞。修補好之後咧，嗰、那個酥酥有翻咧，個過濾力有翻咧，咁嗰個蛋白尿咧就會冇咗噶啦。所以你點知道個腎係修補方，即係修補咗咧，就 check 嗰個蛋白尿啦。如果蛋白尿係 OK 翻，即係冇咗蛋白尿咧，即係你嗰個腎係過濾力係正常翻嘅。咁而家咧就係、是。要增加個脂肪介素，就要透過激活呢個 PPAR gamma。咁有咩天然成分咧，係可以激活呢個 PPAR gamma 咧？就係、是、原來喺粟米芯裏邊咧有一種物質叫做 nicotinic acid。咁食咗之後咧，就可以俾身體咧轉成一種物質叫做 PGDE， 全名咧叫做 prostaglandin D2，PGDE。咁 PGDE 咧就是、一個唔係好穩定嘅物質嚟嘅。佢咧就會好快速咧就分解成為一種物質叫15DPGJ2。咁咧15DPGJ2咧
就是一個天然的成分可以激活呢個 PPAR gamma 嘅。咁激活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肌肉細胞做多啲脂肪介素，因此就修補個腎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個醫生話：喂，你再唔搞，再唔小心咧，你就第日要好快就要洗腎啦。咁因為個肌酸酐已經開始逼近600啦。咁如果你食呢個粟米心素咧，就可以令到嗰個肌酸酐會跌嘅喎，即係佢會佢會慢慢由600變翻做180或120。咁而家咧就當個腎系室受傷嗰陣時咧，就有一層膠原蛋白咧就包住嗰個受傷嘅腎嘅。咁包住咗之後咧，咁咪嗰個過濾能力冇咗咯。咁我哋而家咧就要點樣溶咗嗰層膠原蛋白咧？咁膠原蛋白咧，個英文名咧叫做 collagen。咁有一個酵素咧叫做 collagenase， 就可以溶解個膠原蛋白嘅。咁溶解咗之後，嗰、那個腎小球咧就唔會叫做纖維化啦，或者叫做腎小球硬化嘅問題。咁呢個 collagenase 咧，而家有個新嘅名稱喎，新嘅名稱咧叫做 MMP 一，全名咧叫做 matrix 基質金屬蛋白酶一，叫做 MMP 一。咁有冇咩健康食品可以增加呢個 MMP 一咧？增加咗之後就多咗啲酵素，就將纖維化咗嗰個腎小球咧，就可以溶解啲纖維。溶解纖維之後咧，咁嗰啲嗰啲肌酸酐就過得到去啦。咁呢個健康食品咧就叫做五強黃酮。五強黃酮咧嗰個分布好廣嘅喎，譬如話西芹啊、洋葱啊、荞麦啊、沙棘啊、奇异果啊、番茄、白果都有嘅。咁喺市面上咧，一般人稱呢個五強黃酮咧就叫做洋葱素。所以洋葱素咧就可以透過洋葱素咧就去增加 MMP 一。增加 MMP1 咧，就去溶解咗，減少個膠原蛋白。喺邊度嘅膠原蛋白呢？就係、是、包住咗個腎小球嘅膠原蛋白。點解會包住咗呢？因為個腎小球受咗傷。點解會受傷呢？因為嗰、那個糖尿病引出嚟嘅呢個晚期糖基化中端問個腎受傷。咁減少咗膠原蛋白咧，咁嗰陣時咧個肌酸酐咧就可以過得到嗰個腎小球嘅喎，所以肌酸酐咧就會跌嘅啦。所以當你睇到個肌酸酐一跌，驗血嗰陣時血嘅肌酸酐一跌咧，你就知道嗰個纖維化嘅問題就解決咗啦。咁如果你睇到嗰個白蛋白係跌咗嘅話咧，咁即係話嗰個腎小球個過濾網都修好咗嘅喎。咁所以從一白蛋白就知道嗰個過濾網有冇修好，同個肌酸酐咧又可以知道嗰個腎嘅功能有冇正常翻啦。咁呢個就係、是最重要嘅，要 check 住自己驗血嗰陣時血嘅肌酸酐係幾犀利添。如果係80到120咧就係正常嘅，挨近600咧就要洗身。到你去到1200咧，就係、是、所有嘅腎小球都纖維化了，沒有東西過得到，是一滴尿都沒有的，那時水都過不到去。所以小心就是如果糖尿病可以令到很多問題的，譬如說切了隻腳去，因為血管狹窄了，那些血液去不到最遠的腳趾尾那些地方，你就切了些腳趾，切了腳趾那個傷口又不康復，慢慢又爛喎，咁咪切咗隻腳去啦。咁切咗隻腳去個傷口更加大喎，又慢慢爛，切埋個小腿，小腿又爛再切埋大腿，即係好麻煩。咁呢個咧就係、是、另一方面咧就糖尿就整壞咗個腎，個腎咧就要洗腎。咁糖尿病咧仲有好多啊上眼啊嗰啲問題。咁但係對付嗰個腎病咧就可以用呢、這個粟米心素。
粟米心素咧，同埋用呢、這個洋葱素咧，都可以大大咁改善個腎功能。